这个星期我们推出的从医院到法院系列报道来看的是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让医生看病的时候提心吊胆。现在在医学界呢，流行一种所谓的防御性的医疗，不过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其中倒霉的还是病人。就是会有一些痛啊麻那些酸麻，手术的后遗症。不厌其烦的一一详细说明后遗症，就是不想再次成为被告，但是口说无凭，李医师的身上除了听诊器，口袋里还有另一个保命符。前一任总医师交代我，从我当总医师的第一天要开始录，和病人的对话全都存档，一录就是十年。这不是什么特殊癖好，而是李医师不得不为的自保之道。多次好心救人，却被告上法院。口罩遮住他的脸，却关不住他的愤怒之声。就变成说，我开任何刀，我都要百分之百成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你就有机会告我。多年前满腔热血的他，抢救一名腿部发黑的病患，最后不得已得截肢，但家属反而控告他手术失误，害亲人失去那条腿。你就会开始想，叫我为什么要去接这个病人？我没有看出来他的长相是有危险的吗？奇怪，我整个出发点通通，那我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做错啊，那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让他既失望又委屈。李医师不讳言，这次风波之后，他的行医态度彻底转变。有一些非常糟糕的病人，然后如果可以用实验性的创新开法，我觉得会有机会活。但照传统开，就注定你会慢慢的死了。我被迫要选合法的，慢慢的让他死。我跟你素昧平生，我没有办法信任你，我觉得这样很悲哀。无论是看诊录音、拒绝高风险手术，都是医生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所采取的防御性医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医生救人前，还得先想想怎么救自己。你没有办法指责我哪个地方做错。我只是不积极，你为什么需要让我们依法来治疗后面的人？防御性医疗还有很多种形式，包括了多做很多不必要检查，找更多医师会诊，以及不断转诊等等。一旦被告可以证明自己有多谨慎、多小心，怕医疗的纠纷的恐惧已经超出理性的判断。他会担心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没有发现的疾病，罕见的，所以他会安排断层扫描等等。所以有时候甚至连病人已经休克的，看起来就是内出血，但是还在安排这些的复杂的检查，延迟的时间。所以这些过度又多余的医疗行为，不仅延误病情，也增加难以估计的医疗成本。病人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症状呢，不需要马上做 MRI。但是很多医院呢，马上就给你做个 MRI， 看你们脑子里面有没有长什么东西。但他怕万一嘛，怕被告嘛，所以这样的防御医疗就是让这个健保的次数增加非常的多。更严重的是，当医院筑起铜墙铁壁，病情复杂的病人不碰为妙，造成所谓的医疗人球。就先把那些检验做完了，真正要做手术的时候，哎，说对不起啊，我们这今天医师休假，所以请你到哪个医院去。经常发生的，每个医院都在抱怨说，讲难听，丢垃圾了。你把这个不好的病人呢，就丢到我这边来。白色巨塔的黑暗情节每天都在发生。年轻小医生把这些苦衷改编成创意图片，让许多医生心有戚戚焉。人人都称羡的多金行业，实际上却在蹲苦牢。当白袍之间出现求医，前辈也叮咛，助人之前请先想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患者或家属签字，他们签的字越多，你风险越小。你才刚进来医院当主治医师，照顾病患要小心，别给自己的上麻烦。医学人文剧课程，师生排练着医疗现场，医师的自保之道不仅是戏剧台词，而是医疗线上真真实实不能说的秘密。